意外，这个男主角叫做思思小可爱，有订伊好评度的人数，实在是足够有够可怜的啦。无出意外的话，马上就要出意外了，大家实在是太凶了，拢还袂订起来，我伫这拜托大家订起来，内底会固定 update 直播，还有直播的精华。好啊，这期的影片就要开始了。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在这边开场说一个笑话，开始。你就是个笑话。你是什么中年大叔的烂谐音梗笑话？太突然了。我们现在要去台中，今天难得老板娘出现，因为今天要做一个特别计划，我们今天要做三个计划。那要分三集？不知道，看拍的长还短。嗯，好不好？先去台中租车再说。先去买票，快来不及了。反正这个是我们的会员啊，加入我们会员一年多了，下半身已经变黑色了。你们在留言板看到下半身有变黑色，那都是资深会员，跟我讲说他车家里车要卖掉，而且我这个连车都还没看过，什么都没有，我就直接汇了定金给他，而且还不少，贷款帮他清了。我现在连那个车是圆的是扁的都不知道。照片有看过？好像没有呢，只有行照的照片而已。先汇了啦，反正到时候汇了才知道，才会有一步说老板被骗了嘛。然后最惨的状况就是这样嘛。那我们就先到台中来说，他等下会到高铁站这个接我们，好不好？走。你看这女人太狠了。拍什么？一下车站就先加平了两包面包。没有，这样送人啊，送你。哦。你不是要送客人的、啊？我好像要送客人。哦，不然你说送我。没有，是说送客人。哦。就才两袋、欸，好不好？欸标题都还不知道是不是老板被骗了呢，还要送面包给人家。对啊，等一下撩一个车钱，还要撩五宝村。但是出门就是看到东西就要买，没错。好不好？走啦。中国区的对面店。哦。哎，西瓜洞。西瓜洞本人啊。啊，你开什么车来？我就开要给你租的车过。哦，你那边方便吗？有地方停车吗？可以啊，可以。好好好好好好。台中可以停路边，不要这种发言好不好？他现在跟讲台中可以捡到枪，他走走会不小心踢到。那面包先给他。这么好，谢谢谢谢。哎、欸，这是我们深度超深度会员才有这个东西。谢谢。我告诉你，耶！哎、欸，阿戴，拍一下科博馆。就在科博馆前面，青之森养生馆，好险！他之前中间的那个字没用 no 啊，感觉大家都用 no。为什么你没用 no？ 因为这样比较好 Google 啊 ，no 没办法打哦 ，all in no yama， 啊 ，all in no money， 啊 all 吧，啊 all 啊 all， 然后看到价目表，等一下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资深的会员，叫做西瓜洞先生，他的昵称就是从头到尾都是西瓜洞了，好吧？他是这个养生馆的老板。要说一下西瓜洞的故事吗？某一次在我们的会员直播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呢，我们真的是来估车的，但是今天要麻烦老板娘亲自体验一下。还有阿呆。哦，还有阿呆，对，对很亲密接触，用耳哎、欸、耳朵哎、欸、耳朵很敏感呢。对啊，好害羞。哦，被人家弄耳朵，哎、欸，看他脸红了嘞，对，他脸睛红了嘞，你 要拍一下自己，你来拍一下自己耳朵，转过来，转过来，你拍自己，脸都红，耳朵都红了。我们这个养生馆大概有多少个？我们有，现在目前有九位，哎、啊，我是加一，可是没有人要给男生按，没有人要给男生按，为什么？因为女生都只给女生推，对。啊、有些男生也不想要被男生身上抹油这样推，你可以，你可以帮我们泰国洗啊，你可以不用手，你用泰国洗啊。对，有时候客满，然后就跟他讲说，那帮你安排男士，你可以把他腿夹着抹油的。哎、欸，其实不贵呢，我都跟台北比起来要求哦，台北都大概两倍钱。90分钟好像就要3000多块。好啦，所以好险那个门口没有写一个纯啊，你知道吗？你通常写纯的是不纯的。然后就是整个玻璃都黑黑的这样。哦，对对对。外面写一个纯。然后那个初二十六出来拜拜烧金纸的时候，哦，龙井盖要修啊，应该不是这个啦哈。那是晚上在拜。哦，所以应该我们店应该是不是啊哈，我们是正常的哈。对，有不正常下次再跟我讲。啊，你要在哦。好，那我们就进去。让老板娘去体验一下，好，那等一下我们好办事情，先把老板娘支开。办什么事？估车啊。哎、欸，走走走，去采访一下，看一下。哦，这边这边这边。
哇，好香哦！一楼这个小店面，没想到后面还有二三楼。哦，还要介绍是不是？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是做这个，就可以120分钟的，然后可以选精油。换我来介绍，对，我介绍完你这整套疗程做完，要花40000400，然后回去的时候还提了两袋不知道什么东西。老公，我回来了。真正第一次来哦，先生，你是很急。没有，你充血了呢，先生，精致采耳，神采采耳，专业采耳、哦啊、你要选哪一种？基本上、哦、我们是没有人选1200、1700的啦，一定都是2300开始选。有啦，上次有一个选了、哦，可是出去的时候他脚有点走路有点不方便，他掰卡掰卡呢。最便宜的就没关系。最便宜的啦哈、哦，好，没有啊，最便宜是这样哈、哦，你今天你选1200这个，我、哦、没有关系，我们不会勉强你、哦、你选1200这个方案。因为刚刚有提到，你离开店里会不方便，有没有要加购一支拐杖？先不用，先不用。那你要怎么出去？拐杖是3600块，比采耳还贵哦。脚一定是比耳朵重要的，你是。那个脱衣服脱裤子，眼镜再帮我拿下来，脱裤子。双手放胸前。哇耶！没有到太脏啦，但是里面这里有你自己推进去的。你有养宠物吗？有啊。里面有你宠物的毛，你为什么要把猫的毛塞在耳朵里啦？就是可能自己跑进去的，但是因为它比较深的吼，所以你看你都堆在这里。哇，真的都堆在那里。如果太痛的话，不会勉强啊，因为耳朵已经出来那么、哦。会痛哦。因为里面通常我们刮是刮有毛的这边，然后再进来一点点，里面很多人都觉得太敏感。应该是没有碰到过。好，来来，要踩。我有帮你擦，现在还好。不相信。现在大概插半支进去而已，没有插很深，大概插这样进去而已。洗洗啦，好热啊！看，哇，他的儿子，有点想看。好了，你完成了，先生，结束了。对啊，准备去打断你狗腿了。其实蛮少的。对啊，看那个影像会看起来比较冲击。第一次体验这个店家的挖耳朵，感觉是什么？很紧张，因为我不知道他干嘛，但是还蛮舒服。现在老板讲的话有比较听得进去了吗？反正就有在听的吧。我们要去雇车，然后去雇车上班。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好了，终于可以雇车了，好不好？一趟路下来台中，这真正资深会员叫有诶呢，贷款啊，欠啊，钱啊，可以。我刚刚收到一个传来的行照照片而已呢。2018的这个叫什么 ？CT200H F10 Pro， 你是不是说？当初你本来不是订这个版本的，对对对，本来是豪华版。有差什么配备？就是 F10 Pro 版，他说有主动式悬吊，豪华版就才有那个摸门的，然后还有电动椅，所以你的都没有，摸门电动椅都没有。豪华版是皮椅。哦，对你这个，我看里面是麂皮的。麂皮，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要皮椅，业务就说那个很热啦，那不要用皮椅啊，这又没有通风，就不要皮椅了。那个坐的大腿都会流汗。所以他就一直叫你订这个版本就对了，可能这个有现车是不是啊？
对，我记得当初一样价钱嘛。对，都139。那你不是说是订错了？订错了，所以他又再折80000给我。哦，你本来订的是豪华版，然后后来他把你订错，订成 F10 Pro 版。对。然后他说这个再降80000给你。对。啊，这个奖金可能有180000呐。好，2018年的，我们来看一下车了哈。等一下有一个瑕疵就扣30000到50000。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了，你看，F10 Pro， 我跟你讲，当初你买 F10 Pro 错了，你看这里掉漆。你如果不是 F10 Pro， 保感比较便宜，你像 F10 Pro 保感比较贵，所以这个洞可能，这个坑洞可能要扣30000。谁叫你当初不买豪华版？然后我记得跑130000多公里，其实跑蛮多的呢。很多。18年五年车跑130000，我一年开20000多呢。就台湾到处跑这样。哦，我以为是说按摩店生意不好的时候会兼 Uber 再开。没有啊，那红牌才可以哦、喔。F10 Pro 版本，这个当初唯一一批有跟车的。阿丹，你有听过 CT 有跟车的吗？我知道有跟车，但我不知道是最后一批才有。屁啦，18年呢、欸，18年你看连那个 Artis 那些都还没有跟车这个东西，好吗？那个是2020年才有的嘛。好啦，我们先看一下板件。哎、欸，有没有考过漆啊？有，真的有考过漆哦、喔。我小时候说没有，我就不用看了，包干了、喔，还是后车厢盖？右后叶子板。是为什么？为什么考的？因为就是有跟人家会车啊，其实那个打粗蜡打得掉啊，只是那个人就态度很差，就敲窗户说我的错，嗯啊，然后他说啊1000块解决了啊，不然你叫警察你也有责任，嗯，我气一个就叫警察，结果嘞，那我就送原厂考了50000多这样。那我看一下车啦，就那个地方考过漆，那我随便简单看一下，要不然我怕一下就估完了，要不然你标题上老板被骗了啊，如果这样再没办法刺激流量，叫泰山自己出去开频道。哈哈哈哈哈！把你们各上一支，互喷，跟泰山互喷。虽然你刚刚讲说这个订错了啊，可是我觉得啊，好险你当初是订这个版本。我觉得现在的价钱会比豪华版好，因为 F Sport 第一个它的大包现在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的老旧啊，它那个车头就看起来跟现在新车，类似才在卖的新车还是很相近啊，所以其实还没有那么退流行。对啊，你如果是豪华版的那个水箱护罩就没那么帅啦，那个保感就没那么帅啦。好，然后再来这个就见仁见智啊，像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旁边皮中间麂皮的，有点像德国车 BMW 那种，他们都会做这种椅子，所以看起来也会比较觉得年轻一点点。哦，那电动椅这个东西就不一定了啦，那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啦。我是觉得电动椅我是还好，我是属于那种我觉得我瞧好一次我就不会再瞧的那一种。而且我想电动椅不好啦，位置改变过你就被发现了。哦个屁呀、啊！他很认真的脸哎、欸，对，太太一上车哎，阿力在向。不过另外一个讲法是电动椅，你把如果有记忆的话，记忆起来，再玩以后恢复他的记忆，他就不会发现。大部分副座都不会有记忆，所以这个要达到也是很困难的，除非你要知道那个椅背北纬几度，椅子东经几度。你要记起来哦。你看 F Sport 的那个方向盘也有稍微有一点平把，所以看起来不错。哎、欸，它有那个快波吗？没有，没有。啊，内装保持还不错，虽然跑130000多，可是那个方向盘就比较光亮一点，有点亮亮的，跟阿呆的军头一样。好，板件看一下哈、哦。哎、欸，它这个都没有贴贴纸。对啊，为什么它这个都没贴贴纸 ？OK。看这门板，这是很漂亮，有没有？有用。所以我说阿呆，你那个 IS300 就是要去找那个 IS200 的麂皮的，看起来它富有运动感，年轻。那老皮老皮耶，皱一点的话像懒爬婆一样，哦，又老又臭。哦，一上车，哦，那件臭扑鼻，哦，一闻就老车，逗。现在已经不臭了。开启 ，OK。吉文官保持还不错呢。哎、欸，来来来来，你看你看，这啥？六皮。碰巴。碰巴，这擦晒啊，这袂当可惨呢。他知道怎么处理？换这支配件啊，换那个镀铬饰条。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分解、欸。说实在的，这可能要问一下烤漆厂可不可以分解。是用贴的吧，贴掉就好了。贴膜？对啊。贴膜会那么亮吗？那你要贴那个烤肉的那个锡箔纸才会那么亮。你去哪里找那么亮的贴？哎、欸，这有像有碰巴哈、啊。它就是有一个洞，就是被小石头弹到，然后我们在洗车用高压水枪。哦，哎、欸，可是阿泰，我这摸起来这个好像也是贴的，你看它一层膜，哎，对啊，感觉很像，嗯，感觉很像贴的，可是蛮厚的啦，会不会是镀上去镀了一层？好，看引擎室，螺丝没有拆，原厂的贴纸，哦，大瓦丁弄过滴嘞，哦，啊，螺丝都没有拆，啊，这看起来就是看那个灰尘分布状况就知道一半时间室内一半时间室外，这个就是老司机啊，你有兼职过还是暑期的短期的？还是长时间，还是你根本就正直，好不好？你是瞒不了我的。哎、欸，好了，看完了。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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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偷伦姐，这个价钱我们可能不方便公布出来，好不好？这一集我们就让大家来看我们来养生馆估车。我来之前，你有没有想好你要卖我多少钱？就是你报的，我觉得可以再扣个3-5万这样。看到没有？我上次讲了10%几、1%、2%会自己降价而已。现在我们提升到3%的啦，3%的客人会自己降价啦。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店里面去把这个合约手续写一写啊。晚上好料的有没有订好了？订好了，订好了。有没有？又有的吃了。我现在带退弟兄，要让我出发，没有好康的我哪边来？对不？一定要第一个养生馆嘛。第二个有烧肉可以吃嘛，第三个可以把老板娘支开嘛，老板娘现在在上面爽嘛。我把线上观众朋友，哎，我不要宣传，我很怕宣传人太多，里面连那个间谍都来了。这个哈、哦，我们会员直播每个礼拜五晚上都有，而且时间都很长，每个礼拜要见两次面呢，礼拜三直播，礼拜五又直播，拜五不看，看你也怪怪的，就怪啊，很赶啊，都想说，哎呦，是要赶快用完啊。哎，对啊，你都开到几点啊？我到凌晨一点。辛苦，有时候还要边顾店边看。对啊。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去处理啦，走。哎，门要锁，门要锁。老板娘一趟路从台北到台中来，就是为了要体验一下我们这个会员开的店到底有没有如同他讲的这么专业。哎、欸，金红，你刚睡饱没哈？嗯。如何体验？如何？很好睡，很好睡，对，一直打呼，真的假的？趴着，我就第一次趴着打呼。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打呼？因为我被我自己的呼声吓醒，类似大概就这样。那阿呆体验舒服吗？阿呆刚加价买了很多东西，被你逼的吧。他很屌，他耳朵里面竟然有猫毛。屁呀、啊！我觉得没有，谁欠你？哪像你那么邋遢？没有，拿猫来做什么事情？我之前蛮常去按摩的，但我觉得他们都拼死拼命的，一定要把我按到怎样的感觉？就是在台北的，所以这边的不拼命，不是这边的很悠闲，不是，就是你可以依照你自己喜欢，然后调整你自己喜欢的那个强度，介于有点酸，然后但是其实是舒服的状态。好了，重点呢、啊，体验过有没有推荐？有啊，很推荐啊。不推荐不行吗？因为那边眼睛都在看嘛。对对啊。拜拜。嗯，拜拜。我们要去吃东西。嗯，不早了。蛮贵的呢，我感觉。嗯、我刚本来想说这一摊我请，这样想想好像不太对。好了，我们点好了。我们是点4190，它这个三人套餐呐、啊，好，我们讲双人呐、啊，好不好？从2000到3000多，所以还蛮……哦，没有，从1790就可以双人。不过1790的都没有牛肉，1790就猪肉跟鸭胸跟鸡腿肉，台中名产，每一间都要有的鸡汤。哦。我跟你讲，每次就是烧肉喝就喝饱，因为很好喝，每一家都蛮好喝的。好，喝下去好吧，等一下来试试看看烧肉店，赞。它这包肉生菜啊，也可以。免费持续，哎，这很加分的，因为你吃烧肉最怕青菜很少。哎，阿呆吃完了，帮忙烤虾、剥虾，这个汤有没有？我大概喝第七碗。太多了吧。我是希望说能够肚子多一点汤，然后能够把我肚子里面的东西膨胀。我觉得还不错啦，但是就是好像肉质怎么样？肉质还不错，但我觉得对你来说啦，我觉得肉可能不太够，你会吃的肉比较大量一点，然后这个比较少一点。如果是我们两个去吃，应该又再加点。你应该还会再加点，然后我应该就还是饱了的状态，然后在旁边抿一溜。我吃烧肉可以吃很多，我每去日本都吃很多烧肉。我觉得它鸭肉。还蛮让我惊艳的，因为我本来没有很期待鸭肉，我觉得鸭肉还不错，没有那个烟熏味啦。你上次是在哪一间吃到鸭嗓是不是？烤鸭嗓。对，烤鸭嗓。
我是觉得服务很好，服务超好，有义工爱，你知道吗？对，就是我们有什么需要，其实真的。四个颜色哦，他马上就冲过来，而且不止一个哦，我有看过两个同时朝我们这边飞奔的。然后烤网也是一直换。哦，这是烤网大概换了10片以上哦，你看一直到现在还是干净的，我们已经。没东西烤了，对，还是干净。我跟你讲啊，旁边两个住台中的哈，在那边心里想说，干、啊、不是每天都这样，他们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就跟我们来这边以为去户政事务所可以领到枪是一样的道理。哎、欸，这一餐就我来处理了哈，谢谢小石哥，好吧？哎、欸，他们刚刚的表情是。他们本来打算没有要处理，没有啦，我们今天也去等一下那边阿呆，小穴穴都弄过了，我还按了两个小时呢，我们请人家吃个饭，人家还亏嘞。那今天这餐就我们来处理，哎，真的很开心哦、喔。我们这一趟录下来，可以跟我们的深度会员夫妻俩吃饭，然后又去体验他们的养生馆，哦，真的不错，估了车，我这趟路超值的。我们今天下来已经数不清做多少事情，你等一下吃饱就准备。来得及吗？我们回台北还有人理我们吗？哎呀，8点，一拜一拜哦，好不好？那我们等一下要直接冲回台北了。啊，今天也谢谢我们的西瓜洞夫妇，我加西瓜洞没关系吧？因为他说他最爱吃西瓜洞。对啊。他说如果这一生再有一次机会让他看到西瓜洞，他一定全部吃完。他有许对，他有许下这个愿望。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会员频道蒙家哦，搞不好有机会。跟偶像一起聚餐，怎样？笑什么？不是偶像吗？啊，你也在笑？没有聚餐吗？我很开心啊，我很开心啊，对吧？好不好？要记得订阅啊！下次见，拜拜。小黑啊，你看比我大拇指还粗，有没有看到？比泰山的小拇指还粗。我还没讲完，小拇指你没看过？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